我们将来有机会，不管在哪里碰到，只要你们说到世界各地讲星际总会，只要郭台铭去过的地方，郭台铭认识的朋友，星际总会的兄弟，就是我郭台铭的朋友，在全世界地区，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在这里说，我一定信守我们星际总会的各项的精神跟规定，做好我一个星际总会顾问、总顾问的职责，并做好所有星际弟兄们的弟兄的责任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我们。